林东、泰山，你们上吧。徒儿遵命。裴旭跑哪儿去了？怎么还没来？真是气死我了！首席，不如让属下的外孙上吧。嗯，也好。陈宋，第三个擂台就交给你了。弟子遵命。我兽魂一脉狩擂开始。五人挑战，我兽魂一脉就由此三人担任擂主了。大多数人都没有绝对把握成为八强，这才没有冒险挑战。若此时受伤，之后各自脉内争夺试炼名额时，很可能丢掉机会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这个萧龙并未参加三大古老宗门的镇水弹。既然没人敢挑战他，可见他的实力极强。诗瑶妹妹怎么会输呢？诗瑶花太多时间修习炼气术，耽误了修炼进度。本首席宣布，我丹麦放弃两名擂主之位，只需谈于一人守擂。首席，弟子请求守擂。
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，丹脉弟子以炼丹为主，战力略逊于其他脉也属正常。你们年纪轻轻，已是低阶大丹师，将来前途无量。好了，退下吧。首席，弟子请求和谭云一起守擂，望您恩准。嗯，修炼到哪里了？第一卷，大成。首席，梦毅可以守擂。好，本首席同意。一切小心，守擂失败也无妨，我丹脉有谭云一人争夺卧龙榜八强足矣。敌人众多，格杀无论。看来想杀谭云的人还真不少啊。本首席赐你一柄飞剑。谢首席。丹脉守擂之战现在开始。